嘿嘿，今天是11月8号，在干嘛呢？我在补录9月初的视频。对，你没有听错，9月初，因为9月初的时候，我带我妈妈还有糖糖一起去了多伦多附近一个果园，叫 Carl Laidlaw Orchard， 就我没有办法把它一起读下来，因为实在太绕口了。我们当时是一早去的，就是越早去越好，因为人少就有一种包场的感觉。然后它呢，其实收费标准是小朋友就是2岁以上的5块7毛5加税，然后成人18岁以上是7块7毛5加税。然后如果你想要摘苹果呢，它就有2种收费标准，第一种是20到10磅，第二种是30到20磅。30到20磅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袋子，就其实还蛮能装的，就超大一个袋子。然后它这个就是你想装多少装多少。我们装完了之后回来，我一称装了26斤，就是大概三十磅，不到30磅这个样子，就真的妈妈的能量你一无所知。然后它是可以多个人一起 share 一个袋子，因为毕竟是套门票的，你就已经付过门票了，就无所谓了。你在里面呢，可以尝，可以吃，就是 whatever 都可以。那来看正片吧。摘苹果了，我妈在这边打招呼。这边是入口，入口好好看啊。Welcome. The ginger gold is probably the sweetest of them. The Gravenstein is quite tart, but it's got kind of a tartness and a sweetness. Great for apple pies and apple crisps and that sort of thing. And Macintosh, of course, have that tartness too. Okay. Your best eat. You want for eating or cooking? Eating. We're eating. Yeah, go to ginger gold. 刚刚后来就是我们进来的地方了，然后这边有个小车，超酷。farm 的全景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每个区域是不同的苹果的品种。摘苹果去啦！穿个白衣服，这应该能洗掉吧？哦，可以啊，可以，可以。跳水喊阵打下的江山。好，你摘几个吧，摘吧摘吧。这是糖糖选手。嗯，我感觉这个比刚刚那个好，是吧？有苹果味儿。那摘，那摘。你看，哎，你们找那个树尝一口，我不尝。最大的。嗯，没事，我吃。可以，有苹果味道。你这个真的好美食服。你有目标了是吗？真是过年了，吃好喝好。Happy birthday, Bobby, Matthew, Emily, Ben, Matthew, I'm coming. Paige, Kayla.
它是一个family business。然后呢，它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就是正常的农场，就是什么都有。现在呢，它就只是，就是注重在苹果还有梨。它现在一共有20多个品种，然后一共有3种梨。它的主要营业时间大概在9月初到10月底这个区间，因为这个是苹果的成熟期。然后它的官网上也列出来了，就是不同时间段，比如说9月初有哪几种，9月中有哪几种。我们当时是9月初去的，然后适合采摘的一共有3种，但就是偶然发现9月中成熟的一个叫 Silken 的品种，它真的超甜超好吃，我们当时摘了很多，就是大家去的话可以先尝尝，然后再去摘自己喜欢的。然后至于照片呢，它的门口非常好看，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农场设施，比如说做旧的那种那叫什么，就是拖拉机，然后还有一些草垛，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向日葵的地方啊什么的，就是有很多拍照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去拍照。我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带一些餐点零食，因为那边有一些野餐的桌子，你就可以在那边一起就是不慌不忙的在那边吃吃，然后玩玩，就还蛮好的。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没有什么小朋友游玩设施，但是他有几个小棚子，里面有不同的小动物，你就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对于吃的呢，有基本的热狗呀、烤玉米啊等等，还有一些喝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主要就是在采摘这个环节。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真的非常大，大概有100亩左右。它分坡上和坡下，坡下那边还有一点就是河流啊什么的，然后是吃野餐的地方。所以如果进去了之后，我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很大了，但没有想到那只是一点点。然后就我们当时就已经摘了很多，直到后面看到坡下还有，于是我们就是拎着差不多摘满的苹果下去，然后又要摘很多，然后又要拎着这些上来，就其实还蛮累的。所以如果大家去的话，可以先就是环绕一圈，然后去下面逛逛，就该玩的玩了，然后再开始选择自己想摘的品种再去摘。很明智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会选择带小朋友去嘛，然后他们的车就是小朋友那种婴儿车，还有那种小拉车，我不知道叫什么，就完全可以放这种袋子啊，因为它是可以多个人 share 的嘛。你就是拿那个小推车把它放上面，然后你这个上面想放多少放多少，然后你拉着走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几个人一起去拉，这真的超沉。我觉得我拎了件行李，我就快回国了，你知道吗？然后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非常好玩，我觉得非常好玩，就大概可能玩个3个小时都不足为过的那种。如果大家在9月初到10月底不知道周末去哪里玩的话，我觉得可以叫上朋友，带上家人一起去，这边就真的还蛮值的。然后还能摘一堆苹果，带上好心情，带上好朋友，带上相机，出发。